干嘛？这是你妈妈尾巴。你说你妈妈尾巴洗脸。卢，你还记得吗？一开始我们经常偶遇的，哎，好多年了，是不是？认识露露三年啦，又在这个地方偶遇，好怀念啊！你怀念吗？怀念吗？怀念，有人还怀念。有，哎，进起来了，进他烧毛，他烧到自己的毛，人家露露是珊瑚蛹。珊瑚蛹好好摸的。给我当被子用了。露，你好像不是狗狗，你这样是狐狸，是不是？啊，露，露笑一下。露会笑吗？露不会笑。露很重的，我感觉。露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嘛，珊瑚蛹。嗯，它那个尾巴会打的。你扯它，它也不生气。给你喂一个它。哦，好认真啊！虚晃一枪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它嘴巴都开了。啊哈哈哈！静静躺好地上了。哎，这回静静终于做一个孝顺的儿子，不跟你的妈妈抢。之前我说过什么？发现你有一招，都可以让狗子坐下来疼你。买那个鸡腿也没有大，对，大鱼那个吃。对，又买了几大箱零食哦。如果下次我们还偶遇哦，像之前一样。你看静给你这样了。领导好。陆领导好，陆主任。他随便你摸。你那边，我这边，你那边，我这边，哈哈哈哈哈！被捉了，走了一下，哈哈。就是那狗老跑了，跑不了。你跑它？我不来是给它嘛，不是我跑它。你蹦它？嘿嘿。爷爷那是哪的？爷爷好骄傲哦，鹿。你爷爷好骄傲哦。厉害吧？老实，鹿你老实啊！哈哈哈，这个干干净净的。可是我经常日照，鹿是贼多啊，贼严。贼啊？贼你啊？哈哈，你小打算变得贼你？